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 GGG Win Max 上上游戏机，一台超级强大的上上游戏本电脑，简称 Max 超级掌机，处理器是冰图英特尔 R5-1035-G7， 16G 超大运行内存，3733高频内存。这个机器还没正式开售，预计在5月20号京东开始预售。今天我们测试的游戏是《守望先锋》。《守望先锋》虽然也出来几年了，但是在大型3G网游里，它还算是画面相当不错的。我们会在 Win Max 上进行高中的三档特效游戏。试试看在三种不同情况下画面效果和帧数有哪些不同。默认分辨率是 800p， 我设置成了 720p， 因为这个游戏可能不是实时6:10:0，设置成 800p 分辨率画面上下会少一点，只有设置成 720p 画面才能满屏。首先第一特效，屏幕左上角可以看到帧数和掌机功耗，功耗现在是25瓦，可以看到游戏最高帧数锁在了70fps， 然后出门团战帧数也能够维持在60-70fps 之间，感觉相比上代掌机 Winner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。然后是中档特效，可以看到开局还是能稳60fps 以上，但是打架的时候会降到40左右，画质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提升。随后是高特效，开局的时候帧率在60fps 左右，大型团战的时候会降低比较多，但是也能稳定在30帧，所以看起来不怕也能玩的激烈，画面感觉上看起来比低效要舒服一些。不过我觉得大家最后可能还是会开低效，毕竟竞技对抗游戏帧数为王，而且画面相差其实也不大，你们觉得呢？Thank you.